我就是一直揉这些东西哈，所以我的手臂很粗。我父亲是山东人，等于是我父亲教给我妈妈的。我妈妈以前不会做。我爸爸过世的时候，他才39岁，变得有高血压，压力没办法释放。有时候我会跟我先生口角，吵一吵，他出去转一圈回来，他没事。慢慢就是学到他不会跟人家吵。你讲他骂他，他也不会生气，因为人我之中不好的一个语气什么哈，他都能够善解。